这个第四届公民道德教育公益论坛，那么是也是墨学第一次在贵党校这样一个演讲，感到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惶恐。那么知道你们党校呢能够举办这样一个道德教育公益论坛，我对党个人呢非常的佩服跟赞叹。我想中国呢都已经，中国大陆呢已经逐渐的迈向富强之国，如果能加强这个文明的力量，那么对于国力来讲的呢就能够做到英国汤恩比博士讲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想呢用孔孟思想来净化人心，对中国成为21世纪的这个强国呢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今天呢来跟各位报告的主题呢是趋吉避凶的智慧。智慧每一个人都需要，福报每一个人都需要。那我跟浙江的因缘也很特别，这一次到福州来，到福州啊跟两家企业内部训练呢，那么讲伦理道德因果。那么今天到这里呢啊是我们党校这边呢啊公益论坛来讲啊伦理道德因果，那是跟浙江有关联。这看起来好像一个偶然的安排，但是事出必有因。我在10几年前在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当督察组长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当督察组长下去督勤的时候，我看到一位来自福建平潭的一位同胞。那时候我们中国大陆这边呢经济发展不像现在这么强大这么繁荣，当时我们一位平潭的同乡呢同胞呢啊到达中这个台湾呢啊去打工。那么他还没有赚到钱呢，因为他这个右脚呢是有打钢钉，他是大小脚长短脚，结果跑给警察追以后呢，因为他没有正式合法入境，所以呢就变成了所谓的非法打工的这个行为，就被警察抓下来关到拘留所以后呢，在那边呢我督勤的时候呢他痛苦呻吟，我看得很不舍呢，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跟我讲说，警官我这个右脚膝盖断了，钢钉断掉了，很痛苦。我当时看得我很不舍，我就跟副局长报告，我就打报告以后呢我说请他出去呢，我送到当地的这个大同区的民生医院，我跟院长交代马上跟他做手术，马上跟他做手术以后呢我说你重新把他打钢钉，然后给他治疗好以后再回拘留所，大概服2-3天的拘留，再送到新竹准备遣返到我们中国大陆这边过来。那么当时呢这个大手术呢啊也花了当时的台币呢大概是8万块左右，我的薪水也没那么多，当时我就跟我一个刘姓朋友说，哎你帮我分摊一半好不好啊。然后送他离开的时候，他跟我讲说，黄警官那你把我脚治好了，那可是我没有赚钱回去啊，我对爸爸妈妈怎么交代，我家里钱不够啊。后来想想我说，如果我送你台币美金也不行，这样好了，我送你黄金好不好，他说好。那我就跟家人研究以后呢，我送他当时的这个10000块的黄金呢，我就送给他，他带回福建平潭，他写了一封信给我，非常感动。我到现在呢知道福州来我才提起这个事情，这个是我对我们中国大陆的一种爱。我想两岸呢，两岸的骨肉呢是一家亲啊，因为我的祖先呢来自福建啊，福建泉州，所以我到福州的时候呢，我坦白讲我在街上走一圈，我非常喜欢那个地方，我就觉得这个感觉呢是说不上来，就是很熟悉的感觉。那我跟中国浙江的因缘也很奇怪，在1998年台湾慈济骨髓捐赠中心第一颗骨髓送到中国大陆来，
当时送骨髓的呢是慈济骨髓捐赠中心的主任李正道博士，专门攻研究公演这个基因科学的 DNA 的。当时他们要送这个骨髓呢，啊，病患呢是叫患和志，在浙江省立医院呢，啊，在无菌室里面呢，因为血癌，他把这个好细胞跟坏细胞呢全部处理完毕，也就是当天晚上他必须把这个骨髓送到，如果没有送到，患和志就会死亡。那当时呢，巧不巧要救一个人命都这么困难，所以我们说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那各位有这个福报，你们在这个地方兴起传统文化，从事党务的工作，这也是一个大福报，好，值得珍惜。那当时这个患和志呢，他在无尽寺里面等待骨髓送到，就好像一个一条鱼在没有水里面要等水一样，那样的一个急迫。结果呢，李正道博士拿了骨髓从花莲要搭飞机的时候，偏偏天公不作美，下大雨刮大风，所以飞机停飞，没有办法飞台北。当时他们买的这个飞机票呢，是当天下午3:20台北中正机场飞香港转浙江的这个班机。那飞机停飞以后怎么办呢？李正道博士就提了骨髓那一桶救命水，就从花莲坐火车坐到台北松山火车站，到达时间是下午2:30。事先他们提着骨髓以后到我办公室跟我讲，他们求了很多警察单位，没有人愿意派警车，因为警车呢甲地不能开到乙地，那么我在台北呢就不能开到桃园。当时他跟我讲，我毫无考虑的，我说好，我借警车，我就把我第二部的7人座警车给他，我交代我司机，我说如果等一下上高速公路的时候呢，走18标高架桥到桃园机场的时候一定会堵车的，因为正常呢从台北开到中正机场时间呢是40分钟，那么火车到达时间呢是下午2:30，2:30到飞机起飞时间呢3:20，剩下多少？剩下50分钟。那如果不堵车的话是40分钟才能到啊，那我跟他讲说一定堵车啊，结果司机果不其然，我跟他交代好说你开路肩，如果开罚单的话就算我的钱。结果呢，他们就在松山火车站把李博士接上了以后，就上18标，果然堵车，然后走路肩呢，啊，走路肩以后呢，到达半途的时候刚好一个警察慈悲，他也不晓怎么回事，把外车道车道挡下来，让警车顺利通过。所以呢，到达中正机场的时间呢是3:08，剩下12分钟呢，我们协调航空警察局呢快速通关，让他登机，是3:20准时起飞。所以呢，就很顺利的，借由这些啊，台湾所有这个捐髓者跟送髓者这些人的爱心，准时的把这骨髓送到浙江省立医院，把患和志救活了。当患和志救活以后，出来的第一个动作，他妈妈给他抱起来，痛哭流涕。他说：“我以为我再见不到你了。我当时救人的时候，我也没讲说救人有什么好处，说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连想都没想过。”就纯粹只有一念之善，我说好吧，那我来派，别人不敢做，我来做。我想这就是承担，啊，这个就是尽责，啊，救人呢都是我们的本分事，我想这是应该的，啊，这也是十几年来我所做过一件事，一直到今天我来浙江，猛然回醒，怎么会这么巧？这一趟弘法之行，就是福州，然后浙江，原来事出必有因。这不就是种善因得善果吗？对不对？所以因果事上都发生在我们生活里面，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
你承认他也罢了，你不承认他也罢的，他很多东西就是事之必有因，一定有末路可行。啊，我跟中国呢，另外其他的因缘呢，啊，也是真的是很特别。汶川大地震呢，我也亲自带领这个法师他们呢，到还有医疗团队呢，红十字会呢，到达汶川呢举行义诊。当时在汶川的这个灾民收留中心呢，看到啊，这个我们这个中国大陆政府当局的这种救灾的神速呢，跟效率，我非常佩服，做得真的非常好，啊，那效率之高啊，超乎我的想象。啊，这个是啊，汶川地震呢，我也过去那边结了这个缘。那另外呢，在十几年前，一二十年前，我们华东大水灾，当时啊，台湾的慈善团体很多人送爱心过来，那么慈济功德会呢，他也到华东来赈灾，啊，当时也是一个发起一个因缘，说要在中国的安徽省潜蛟县要盖945户的大爱屋。当时有人跟我讲以后呢，我也毫无考虑的，当时就捐了一户啊大爱屋呢，大概那时候钱大概新台币20万，那很久了，二十几年前。所以觉得是感到很幸运，说哎，跟中国安徽也结了这个缘，所以呢，我们随时随地呢都能够跟人家结好缘，做好事，这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那以上四件事情呢，在还没有讲课以前呢，来跟各位汇报呢，我跟中国这样的一个深厚的因缘，我觉得是真的啊，种善因呢，得善果一点都没有错。